攻读圣约望福音。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由他而造成的，没有他就没有什么能够存在。凡被造的在圣言内有生命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不能胜过这光。那光正在进入世界，这是普照众人的真光，它已经在世界上，世界是由它而造成的，世界却不认识它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，但是凡接受他的，他赐他们权能成为天主的儿女，因为他们信他的名。他们不是由人的血统或肉身的欲望或随人的意愿而生的，他们是由天主所生的。圣言成了血肉，居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到了他的光荣，父的独生子的光荣，充满恩宠和真理。上主的话。